更当是全国中央人士同一大省，也是全国同一三育大省。相同一个背后，离不开广大母亲到中央甲三育方面的付出。妈妈讲，这是立足中央甲三育平衡点上的新模式。近年来，我持鼓励经验设置妈妈讲职位，让未少着娇娇的妈妈到家门口就能够找到工作，实现娇娇甲汤汁两不误。妈妈讲，顾名思义是直接为妈妈空体特殊的岗位，工作时间灵活，并以将妈妈会兼顾家庭甲工作。林永安是三个囡仔的母亲，为了照顾囡仔甲帮补家，伊从一位全职妈妈转型成为家政服务人员，从事家居收纳等工作。我现在从事这个整理收纳工作，它比较灵活，都可以预约。就是说能兼顾赚点外快，又能兼顾照顾的孩子，很适合我们这些宝妈。现在最小的是读一年级，就是平时要接送，还有做饭啊，给他照顾他。早上就是送完小孩在家里做家务，然后下午小孩去读书，我就预约客户去做到五六点就回来接小孩，时间比较自由。为弥补到专业技能上的缺陷，到回归职场之前，林永安回到专业培训学校参加培训，也提高了自己做家务的效率。我现在家里也做得比原来更整洁一点，家人看到也很高兴。近年来，我持探索实施妈妈岗专业模式，逐步打造接岗位修正、能源堆积、技能培训、上岗推介以及体验妈妈岗市场化服务模式，鼓励妈妈岗员工参加岗位技能培训，符合条件界按规定给予技能培训补贴。主要是围绕一老一小，提供家居保洁、育婴、养老、等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技能培训，同时呢，还享受我们国家的这个职业技能晋升的一个补贴。去见个，我早啲照顾他个，我即阵都做只打，我就是单偷咩哩，俾我视频。甲林永安朋友，买一双，原来也是一位全职妈妈，生完二胎之后，伊也明显了找工作个念头。之前吧，更多的就是在家里做一名家庭主妇吧，因为那时候生一个小孩就是想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嘛，就是想把更多的时间陪伴小孩。然后就直到生了二胎之后，生了二胎觉得说这样子耗着也不行，所以就想出来找一份就又能兼顾家庭，然后又有这个经济收入的工作。自豪买一双成了一名房山当家经纪，平时需要接听客户电话，了解客户需求，有当时看到多客户同一帮。虽然工作繁忙，但这份工作让伊找到了个人家庭工作之间界最大公约时候。放学了就去，去接，然后不允许的话，就是时间点跟我工作的时间点冲突的时候呢，我如果说同事可以帮我一下的话，那就同事帮我去完成我的工作，然后我去接送小孩。我工作着，然后小孩看在眼里，他会觉得他的母亲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母亲，对他是有启发的，树立一个积极向上的榜样吧。这种宝妈角色的一个女性员工是占到我们公司总体员工总数的3-4%这样子。因为妈妈在一个家庭中她是一个关键的角色，所以为客户跟业主推荐房子的时候呢，他们会更加就是非常有同理心的去给他们很负责任的介绍合适他们居住的一个环境。据了解，为祝贺华企妈妈岗专业模式推广工作，企能社计量下企户量，到华企积极推荐妈妈岗专业模式，集体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经济组织等应能单位，将工作时间可弹性划分、劳动强度未大、工作环境好个设所岗位甲专业技术管理岗位，招聘对12周婚姻的儿童和母婴儿补个赋能专业，设置为妈妈岗。是件另外上班加弹性工作方式。针对设置妈妈岗的经验，能社部门互联会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包括就业服务、应届服务、技能培训等，
正职报告里字体服务建一些啲妈妈更为创立打击字体更当海福走势为发黄水活动没错或海两件2024打击海潮走势装行行动正式启动其中主会长到签众分会长涉到勘工及山涛沙涛还建议联合多部门开展执法行动，严打各类走私违法犯罪，切实维护海上治安环境。明早十点，划海两舰2024打击海上走私专项行动沙涛分会长启动仪式，到南澳在江码头举行。此光击沙涛海光切晒击沙涛海事击，更等些海洋综合执法总队特殊一队，沙涛市风潮装备击，沙涛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参加了活动，为加大防走私双通力度，提高公民防走私意识，启动仪式过后，沙涛海警局联合多部门开展执法行动，对所辖海域总者进行突击检测。我们是汕头海警局的执法员，现在依法对女船进行检查，请予以配合。那带一下，我们看一下我们这条船的一个情况。哥，仓库我们转一下吧。我们是准备去哪里啊？去后江啊。你是什么作业方式的？在那个吊钩的。你们的船舶的证件齐不齐全？证件在上面。行动当执法人员花开亮黄走西双通警察向下面双警发布法规政策发放双通册引导一人恶法守法自觉抵制走西违法犯罪行为更当督罗控方控地界黄走西黄船对于我们这种作业的渔船我们一定要遵规守纪根据我们允许批复的作业方式进行作业不得违反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特别是不能从事这个走私、偷渡的这些行为。肯定要遵纪守法，我们船上的人都个个都是一样的。在海上看到有个走私船的，第一时间要拨打海警电话95110。沙涛地处孟挖交界海域重镇，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沙涛必须时刻加强海上防走私工作。海警部门表示。将以此次专项行动为契机，提出强化执法协查，抓好重点海域阵地，重点推进黄走西综合治理，切实营造华海安全稳定的海上治安环境。近日，有市民反映，到另外新区西新路一段，有学生模样的少年无戴头盔，改乘摩托车或电动车，有警方随意闯进，一心摇摆走位，结果突然跌落去。好的后方的车速度慢，将会引发大事故。有前面的驾车记录仪显示，三名穿着校服的少年学生，改成路两无顶，驾驶到路顶，但拢无戴头盔。其中改成直接车的路人，驾证比较正常，但另外的直人，只车开了就半夜拉半夜去，一时兴走位，啥搞都唔得对。坐在三唔过三秒，到高更红绿灯路口的时候，就将两辆大车滑倒倒地，非常危险。你咁样骗我，我指示就当黑性咧。只执上不过都只执唔了。值咩？落咩令错？两度灯我飙车啊！好啲，当时后车嘅速度比较慢，及时刹停，真无引发二次事故。而跌倒的男性也后面加急爬起来，只车扶了就开走。据火警控制介绍，当地不少少年会改乘摩托车或电动车到车流等场所，或冲到违规搭载、无戴头盔、随意掉头，甚至逆行等违法行为，非常危险。要无戴头盔，要咩？啊！只随路定开只咩？落半个龙样么？按照相关规定。骑行电动自行车需年满16周岁，而骑行摩托车需年满18周岁，且考取了相应嘅驾驶资格证。起初，小年学生推起来大多未成年，自然冇骑摩托车，即使满16周岁骑行电动车，亦都遵守交规。为此，有空政府希望家长作为学生嘅第一监护人，要负起第一责任，冇放任未成年人违规驾驶摩托。老囝，你坐了爸母也无准你逛龙游么？当作伊始终也是唔晓咯，是着告爸母去督促咯。
近日，澎南网报道了市区湖堆路45号湖景道路因下水道堵塞，路面每日拢会多管污水，影响湖景居民生活甲相互生理的情况，引起重视。新闻播出后，相关部门后面对该路段的下水道进行疏通，大得积水。目前路面已经恢复正常。此在湖堆路45号湖景出现直平大桩积水，长约30-40米，宽约10米，人在行满，周边片着草皮。据介绍，这是因为下水道堵塞，污水多管所致，除了影响通行，村片的气味也惊走了好多食客。了有人家顾客来，伊那较臭，无变食，伊家己臭啊，无变遐臭啊。那个开了多去，家只个变哦，人好多人行人哦，话袂得过个。但是无有关部门来重视个，赶早来处理着有个积水个问题。这情况经本人麦报道后，引起有关部门个重视。各户跟居民介绍，新闻发出后，当地社区甲相关部门好密沟通协调，并派往高点处理疏通下水道，摆得路面积水。有也去接车来吸啊，吸之所也去，下骹子骨也去头骨面啊，伊吸去。了伊去吸后，了就条路就会通哦。铺好等等设施，堵塞的下水道清通后，路面恢复正常，也无再闻到臭味。伊希望能保持下水道的畅通，卖再堵塞。刚做安遐位啊，就卖臭，就能切敢能敢顾客敢来吃。但都诶，在社嘅好政府来讲，讲改国家咩爱通，希望就是落来就是调一条沟爱通，往就城里边咯就好，话好经营啊。为促进汕头电商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传播甲弘扬江湖的文化。汕头因为集团甲汕头市地区行业协会联合开展汕头市首届帮心地推荐门店评选活动。活动自3月12号启动以来，报名产品十分踊跃，其中不妨知名品牌地区经营甲地点。汕头市首届帮心地推荐门店评选活动，指导向市民游客推荐一批质量好、服务优、环境美佳、推表性地点，让广大消费者到享受帮心地的同时，进一步传播潮汕江湖地文化。活动启动以来，已有一大批地址地点提交资料，踊跃报名参评。我们做茶，到我们这已经是第三代了，我们一直注重茶叶的品质质量。这是汕头评选放心茶推荐门店，我们是第一家报名的。我认为这次机会非常难得，它能帮助我们将好茶推给更多的人，彰显功夫茶的魅力。从目前新波产品的情况看，目前已经以山地为主的地点，通过咨询已经意识到其局限性，了解到经贸发展的方向，着走品牌化道路。直接讲起品牌会经营多年的地址地点，直到商标注册、生产许可、产品检测等方面，显示出突出的产品优势。伊能对自己地区的质量充满自信，对服务规范、形象典型等加分项目也是信心满满。这些年，我们一直坚持走品牌化、规范化、标准化发展道路，坚持严把产品质量关，做到产品可溯源，同时不断充实专业人员，不断提升服务水平，为顾客提供放心消费承诺。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地来报名参加这次放心茶门店评选活动。近年来，汕头的文旅热度不断提升，孟安帕卡店、小公园、灵隐南、潮柏东新等地周边也新增了不少地点，相继的产品热情也可观。伊能希望令平地帮心地推荐门店，坚持招牌，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和服务水平，获得更好的双汤和饮料。我们的那个茶文化馆地处于那个小公园的商圈，现在每天都有很多外地游客在周围游览，因此除了提供了优质的、丰富的那个茶叶产品之外，我们还致力打造了高雅的品茶环境，并且配套的专业的茶艺师，营造浓郁的
功夫茶文化氛围，让这些来自各个城市的游客们、朋友们能品到一杯地地道道的潮汕功夫茶。为提高此次评选活动嘅含金量，主办单位参考浙江当局车协地广评选标准，阁下汕头市场实际情况，制定了从产品质量、服务规范、交环境设施等方面要求，拢比较高嘅评选标准。届时由指导单位及主办单位组成嘅专家评审组，将从责任部门、官方媒体及专业社团各自嘅职责进行评优精优，确保评选活动嘅公信力及权威性。本次评选活动嘅报名截止时间为4月8号，为报名产品嘅地址地点，请尽快报名并提交产品资料。近日有媒体调查发现，每多家消费乱象严重，众多有道付费、自动收费陷阱等诸多问题。有老年人经常为此每月支付6000元对每多家，甚至有老年人不知不觉间花掉了4万元。此事对老年人好消刮韭菜的乱象，引发了人们的关注。有人搬家回来，发现母亲为每多家付费如来如在。最近半年，补贴着每个月6000元的付费评论。特地一提的是，消费乱象是电信界网络网站。此在，直到黄林以各类 APP 上的诱导付费、自动收费等陷阱，是制造的利用了信息不对称，从而以诱导性的高头实行跳跃消费。而当最后在主打快节奏、爽感的媒体界，即是通过夸大世界冲突热情，勾起人口期待后续热情的警惕心理，其实通过模糊社、诱惑社和解推世界付费世界，使得人口往往以为只是使国外恩台挂接到视频，最终向莫名其妙签了一届跳灯付费下单。其针对老年人群体的私意小国家会特别需要引起重视。每多家指出消费套路或许屡见不鲜，但对于好在单车摄光度超级上台多视频的老年人好来打，往往无法准确识别付费设计背后的钥匙，甚至可能化无法推称付费按钮的框架补充解释文字，从而恍惚落入知识界付费陷阱之中。甲过往众多消费乱象的产品相比，每多家对于这类人口的消化情况更严重，因为每多家刺激情绪的内容充足特定，决定了其内容本身就压制了一个情绪营销陷阱。当中了解的每多家大多充分利用群体情绪的弱点，放大冲突对立，制造贫富差距、强强矛盾等。更有一撮媒体家被包装成真实故事，使一部分缺少鉴别能力的人口更容易落入其陷阱之中。媒体家消费乱象之所以出现，根本原因在于网络平台众多诱导付费和自动收费陷阱。在消费者的付款交易时，缺少相应的狂热保障和速杯机制，这就需要平台、创作者以及监管等各方参与者尽快就每多家的内容质量、消费标准、消费灾情等问题讨论，形成行业规范和监管配合，避免过度多事消刮人口，尤其是老年人口。